头罐装食用蜂蜜，活塞泵伺服控制灌装量，加热搅拌缸带搅拌带加热的物料桶，自动挂盖，压盖，全盖，到这后面帮我拿一下，别等它掉下来了。这是灌装后的成品蜂蜜，非常紧，不会漏。打开一下，用力，用力，蜂蜜 ，OK。